好漂亮的女生，她就是王心怡啦！好，我们不要被她看到，快点！王建明，他这样帮我们签个推走吗？不要被他看到，因为这个刚种好，不能破坏。我很瘦，他看不到我的。树枝！不要闹我啦！不要晃！遮蔽物！我想说。我怕我挡不到，可以啊。我家廖健老师，我已经看到你们了，出来。那我们两个讲，我们耍赖，我们就不理。我说他叫你，叫你，他没看到我。我跟你们说，英雄救美这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。还有夜已经深了，如果你们四个还不回家的话，我把你们带去。英雄救美这一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，我在讲话，不要唱歌。你为什么觉得你这样很像小学老师？对啊，而且。我的辈分其实应该比他们小，我竟然要跟他们讲说夜已经深，刚刚回家，尬的，而且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还不玩。包里换那个纪老师就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收工，收不了工。哦，你平常到了之后穿那么格子这样？当然是没有，我只是想说蛮舒服。那你到了之后会怎么穿？现实生活就是休闲大 T， 我一穿大 T 这样，穿短裤就去了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我都上衣不穿，没有，因为我都半夜，我都半夜到垃圾，二楼地下室那个，对，然后后来想说，反正半夜没人，我甚至会敷面膜一起下去倒，因为我想说没有人会看到，然后过一阵子那个管理员就是没有嘛，我的纪先生，下次敷的脸不要搭电梯，我这样看到荧幕不行。私心，我觉得有私心。没有。我都行。他打我肾呐！怎么在下面？哎，目前累计八次，第一次嘛，然后刚才过两次，在里面的时候。完了，垃圾不太熟啊，已经有点偏移了。椎间盘突出，我现在应该有站直吧？有站直吧？你这样真的是有，完了，有街舞的感觉，被打到。